炎热的夏天就是要玩滑水道啊。马来西亚槟城的 Unscape 主题公园准备打造一条长达一公里的滑水道。这条滑水道穿过整片丛林，从起点到终点差不多要花四分钟。建成后还能创造世界最长溜滑梯的记录呢。Unscape 主题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，这条滑水道总长140公尺，起点在海拔780公尺的地方。他们特别建造缆车，方便游客登顶。目前滑水道已经完成了705公尺，剩下的435公尺正在努力打造中。缆车轨道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成。为了保护环境，建筑团队没有使用大型器械，而是手动将材料运到山顶，所以建造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很多困难。这条滑水道建成后，就会成为世界最长溜滑梯啦。这条滑水道穿越丛林，设计非常复杂，看起来超刺激，开放后一定会吸引很有游客。整整四分钟的心动体验，到时候你敢去玩吗？来源 NextSharp。